我在床上铺云朵，我在床上放暖和的棉花，我在床上铺上好看的粉色床单。妈妈，快过来睡觉吧。来了。我睡，哎呀，太软了，根本睡不着。啊，好热，太热了。耶，我妈妈睡着了。大宝完成妈妈睡觉任务，可以回童话王国。就剩我们两个了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想办法。刚才妈妈嫌热，棉花我扔，这次我放上凉席。我放什么呢？妈妈心太软了，云朵我扔。我放上硬硬的床板。妈妈来睡觉了。来了。我睡。好硬啊，小雪，根本没法睡呀。好凉快啊，好舒服。我妈妈睡着了，小雪就剩你了。怎么办？我不要一个人在这里。那好吧，我留下来陪你。小贝完成妈妈睡觉任务，可以回童话王国。我一个人害怕，可以让小贝姐姐留下来陪我吗？原则上是不可以，但如果小朋友们愿意的话，我就让小贝留下来陪你。小朋友们，快帮我点亮小红心，让小贝姐姐留下来陪我。小贝可以留下。太好了，刚才妈妈嫌太硬了，床垫我铺，再放上软乎乎的被子。妈妈睡觉了。来了。我睡。好舒服的床啊。小雪完成妈妈睡觉任务，可以回童话王国。太好了，我们一起离开吧。小贝，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小朋友们，关注熊妹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